老板，我们部长的意思你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好，那江博士这个事情就包到你身上咯。包在我身上，干玩笑了，干玩笑了。不过我有一个小事想给部长大人禀报。什么事？你尽管说好了。据我所知，何坤龙这两天要来给大人进献一个玉器，这个东西是他从江火师手中抢的。怎么有这种事情？这个东西是江火师的传家之宝，用得人家寻死觅活的。要是大人真的有明明之心的话，那么从火滚龙来向你进献宝物的时候，你不管他是真是假，你都收下，然后呢你再把他拿来转赠给江火师，也就作为你们定情之物。一来呢也让这个东西完璧归赵，二来呢也了却了江火师的心愿。剩下的事嘛，来，你看老客儿来操办了噻。好，就照你说的办，我放心好了。那好，那好，那小人跟进就行，打这个事情啊。好，部长，你让家先休息。好的，好的。长官，青龙部，我有话请你谈。哎，长官，你这回陪刘部长出来体察民情，哎，恐怕受了心难忘了。哪里哪里有？哎呀，老客心头啊，确实是佩服佩服。我也是没得办法了。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身不由己呀。哎呀，作为我们本意，还是想对张副官，哎，表示慰劳慰劳。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穷，我这个店子啊又是小本经营，拿不出手。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哎，就不晓得张副官想不想听。既然老板如此体谅在下，不妨说来听下来。这个火滚龙和杜天鹏这两个东西，长期以来在我们这一方称王称霸，挂进了民脂民膏，弄得我们老百姓怨声载道啊。这回听说刘部长来了，他们两个不晓得在哪里偷来的两个玉器，要准备献给刘部长中秋。我想了一下，他们要见刘部长必须要经过你这一关，对不对？你趁此机会敲他一棒，哎，也好我们台北的老百姓凑合我去噻。咋个敲他们呢？老副官，哎，你跟他们约的是几点钟啊？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没一个人来呢？刘部长，你让人家先在这儿休息啊，他们马上就到。小地方的人看太阳算时间肯定没得那么准时的。我看没有那个必要一定要见他们，他们要是真心诚意要送，就让他们直接送到南京好了。哎，刘部长，你再等一下嘛，来都来了你就当了解好这里风土人情吧。刘部长，你先坐到，先坐到。再说来见你的这两个人是这里头面人物，以后帮你拉选票他们肯定帮得上忙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这么一来我不就成了社会了吗？不不不不不，刘部长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，
他们是想通过你老人家把这两块玉送给中华博物馆呢。要不然这个样子，你老人家先到楼上休息，他们来了我再来请你老人家下来，行不行？我看这样也好。请老板。嗯，送两碗茶上来。哦，马上就来。你到王总，等到大人下去。你我啥子？王总大爷到了。王总，王总。爷，昨天嘛，你忘了带上来鞋包了。你明天早晨趁不想用脑壳洗脸了，一会儿跑明天早晨起来端起碗挡不了嘴巴吃饭。好嘛，是红是黑我们走走看嘛。走走看嘛。啊，这位长官，啥子事啊？我们是想来见牛部长进献宝物。见牛部长？你以为牛部长的房间就像你们进出茶馆两个样的卡进卡出的嗦？哦，不，牛部长在休息。哦，好，哎呀，这位长官，烦劳你转告牛部长，就说太平镇镇长霍德彪，给他老人家进献宝物。谁包来了？有啥事？跟我说嘛。长官，我先来。我先来。你长得乖，我先来。我先来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有点那啥子嘛。你那个多嘴，出去追，追手到，等到。哎，出去。那个样子，一个可以来。好，你看。先明后官，不天吧，你先来。好。我这个大富裕，那是当年雀佩戴过的，那名字雀跳水，跟着一起落在河头。还是我的祖先人麻烦，一个蜜蜂摘下去，把它从水头捞起来。你不要点扎，我个人晓得看。你呢？长官，这就是我的。哎呀，这只玉泉啊，是当年牛郎送给子女的定情之物，从那个鹊桥上掉下来，正合适就打到我祖先的脑壳。长官，你有慧眼，你仔细看，仔细看。我问你们，这两个玉，你们从哪儿弄来的？什么祖先传下来的？放心，你们坟包包上撒花椒，想法可以说。不敢，长官，不敢。我问你们，那两个鱼，你们在宋仙桥花了几个大洋买了？那咋敢哦？我那个鱼好几百年了，我是起码是七八年了。好了，你们两个那个鱼，明明是用鱼粉做的假鱼，这种技术是这两年才有的。几百年前的人做不来假，还是办吗？你们两个？不可能！这个鱼是资格的嘛？我还告过的。我还拿头发是烧过的。哎，你这个火花是哪儿来的？老坎儿送的噻。走，我上老坎儿的当了，上我老坎儿的当。跑了过来不敢哦。咋个不敢呢？哼！为了钱，啥子主意都打得出来，说不定啊，他给老子换起来了，拿个假的来晃我。嘿嘿，这个龟儿子，连老子的钱都敢吃，龟儿子活得不耐烦了。咋个吃的？还给我杀个兔！走！哎，老哥，出来！老哥，快走！哈，你的胆子可大了啊！老哥嘞，皇帝买马的钱你都敢吃哦？啥意思？啥子意思？你看那个假东西，哪个说的？哪个说的？哪个说的？牛部长那个当副官。哦，哼！我说啊，你两个王子操了几十年的社会，操来操去，操这个王刷刷去了，你懂不起啊？啊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要见牛部长，必须要通过张副官，对不对？这个俗话说得好，
光好见狗难逢。哎，你进庙子烧香嘛，你说烧一把噻，对不对？进衙门嘛，你说拿点钱来打点打点噻。你空气个手术也找他，就是我都要把你这个说成假的。你这是啥意思？你还没有动气。哎，你只要把钱给他去够，你看他把假的再给你说成真。哎，那是我都没想到这个事情呢。哼，是不是你也想不到哈？不行你就告，你只要把钱给他去够，他再说你这个是假的，你两个转来找我。好嘛，走。我看看，多看看，一辈子狗文物啊！哎呀，职业习惯了。姐姐，我是今天啊太高兴了，能我姐姐你啊，你看面对面的坐在一起，这个那你们四川人就叫说什么？哦，摆龙门阵。啊，姐姐。你有所不知，我虽说是功成名就，但我是尊严尚有啊！啊，我到现在啊，还尚未娶妻哦。嗯，一直想找一个能以家待客的贤内助。若能找上像姐姐这样心底善良的姐姐，终身为伴，我是三生有幸，我是死而无憾啊。老张，我高飞飞啊，这就是支架，不打的，我掉了一地的子弹啊，还有我的牙，姐姐吓死你了。不是，洗脸，洗了脸，找点水啊。因为年也见了，话也说了，其他的事情包在我身上。好的，啊。一老五开。哎，铁凡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正说来找你，找我啊，啥子是找我？今天我有事情要求你，你说的笑巴啥的，还有事求我？来，我问你，我和车车对你好不好？好，对，那何坤龙。对你好不好呢？不好。那么何坤龙在对待江河市这个事情上好不好？不好。对，想不想出气？想。对，我们就想在一堆去了。老子早我就想出这口气了。我看了俺又不长越来越对江河市有点意思了。哦，这个何坤龙啊，又想巴击牛部长。他又把这个江河市这个鱼抢起去献给牛部长，我们就抓住这个事情在牛部长面前告他外传。那咋个告呢？那就让你长城牛部长。要的啥子牛部长和那地点高又是那么大的官儿，我装不起。那还你把它装起吧，你只要你的身体像那就行了。哦，
哦，你就装起他的生气，跟就是那个摆龙门阵，摆得越轻的就越把火滚龙骂得到。但是你要说下江话哟，下江话啊，我连我自己的话都没有弄成头，还要去说啥子下江话，要不得，要真怪，不得，我教你说，你教我，哎，你说的那下江话啊。就像牛部长那天说的那种啊，他那个说的吧？忙着我想一下。起来，姐姐，要不得，下江话。说你都是龙啥子？龙啥子龙？那你还是说龙，我就龙你，你怕你龙？老虎，我看你才有点老虎。哎呀，你就像刚才那个说的好的，不要说了，你弄我弄你，你弄我，反正我何国明也听不懂。好，不要说了，我们再讲话去。就是我给你报仇，我和街坊两个都商量好了。啥子？送何文龙来巴结刘部长的时候，他就装成刘部长，跟你两个搬到门搬龙门阵。那咋个要得呢？我从来没跟其他男人在一个屋头。在家里头嘛，这个时候演戏演给那个何文龙看的，你们住得越亲的就越把何文龙骂得到。哎呀，要不得，我这个还要演给别人看啊。不是得看，是听。姐，罗好心好不好啦？罗的事就是我的事啊。大人，我的意思是。老放心，我给你做主。我滚了来，我去做主，我是他。哎呀，太谢谢你了。我拿去了。老坎儿，咋个的？咋个我听到他说话结结巴巴的，不成就不成啊？哎呀，那个人一激动了，就气得出声些。他一看到那女人，他那个不站头啊？哎呀，他这么喜欢江寡妇？哎呀，他当真喜欢江寡妇是？这个事情就恼火了啊！你这个啥子病了？和他跳到河边去了，说得就得。哎呀，啥子病了？吓得的。哪把你吓到了？哎呀，想不到。眼看啊，我都要步步高升喽。
那是前程似锦。哪晓得晴空霹雳无人当头了，简直想不到，想不到这个牛部长他东不看西不看啊，偏偏把江寡妇看去了。哎，你说那干嘛？那这个哪个官呀？这些大官哪些去接班下上接班人没见过。问题是他嫁给牛部长了，他像我的男友，走我的本。哎呀，我这个镇长恐怕要出脱。你岂止镇长出脱，你看你个脑壳都要出脱。嗯，哎呀呀呀，老壳儿，你看看说我的风凉话哦。你哪个主意嘛？哪个主意的？你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？啊，有啥主意啊？这个简玲还是要靠你心里人，你先跟江寡妇说。第一个，你要给他赔礼道歉；第二个，把儿子还给人家；第三个，把他男人的整个这个补齐。其他的事情吗？以后再说。那你帮我去问下他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去问，我去问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就只有你去了，只有你去了，哎，哎，小姐姐，我说已经攒够了。哎呀，那，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看何工用，先把房子还给你，再把你男人整给他修好，下一步的行吗？慢慢来，嗯，我们还是要继续演戏。哎呀，老伴儿，这个事情啊，太谢谢你了，为难你了。不，我们坐着看。这个是，哎，你要，哎，帮个忙。哎，老伴儿。哎，你赶快回去，把该门的门了，该当的当了。哎呀，我就何工用盯着我们的，哎，那个人就拜托了，何厅长的事情啊，你要。哎，老伴儿。快走，快走。哎，老哥，老哥，老哥，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嫂嫂，哎，咋个的啊？咋个的？咋个的？哎，麻烦哦，我费了好多神神，好不容易才把心给他疏通，但是万事俱全，只缺东风，还差了那点东西，哎。啥子东西？人家江河是主权的那块玉牌，你只要把它还给人家，底下的话都好说。哦，这个说，好办，好办，好办，那就拿来嘛。哎呀，东西又不在我这儿，我都把它献给牛部长了。他二天嫁给牛部长，都是两口子了，牛部长的。还不是就是他的了，那你去找刘部长要，你就说你抢了他的传家之宝，喊刘部长拿来还给他噻。哦哟，咋能这样子说？要不得，要不得，那要不得。哎呀，我献给刘部长的时候是说的这个玉佩是我屋头的祖传，他这样子去说，我不是成了歪嘴婆娘照镜子，当面就丢丑了。那样子嘛，那你亲自。去找刘部长要噻！哎呀，更不得行！送出去的礼就是泼出去的水，我哪有胆子去找刘部长要哦？哎，那就那个，干脆你比到江河市这个一模一样的去买个来还他。哪里去买得到？要是买得到，我又不得去抢他的喽。那。你看他个人另外要一样东西，要不要得嘛？那你跟刘部长说，喊他不要江河市，格外三个女人，要不要得嘛？哎呀，问题是玉佩已经没得了，我就找得到个一模一样的嘛？哎呀，不是别的嘞，公鸡下蛋，虎牛下耳啊！哎哎，不要走！
根本都不想管你了，看到你娃照你嘻嘻的，哪个喊你是我干舅子啊？不过啊，你还有点悔改之意，然后我就再给你出个主意，一个字，赔，赔，哎，你就说这块鱼打烂了，或者剪掉了，你重新买一个来赔他，把水给他敷到，哎，这不就对了啊？那要咋个赔呢？你这个人呐、啊，明说是赔他的鱼，而实际上是去行贿讨好噻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这个钱就越多越好，你要让他上到甜头噻。哦，哎，那究竟要好多嘛？哎，你主要比他原鱼赔的价钱高，不能低噻。我看嘛，就赔个十万八万就差不多了。啥子？十万八万？哼，我有十万八万还跑来求你个变光光打烂条，我是扯起来说，哦，不得行不得行啊。你说好多啊？好多。哼，一万？一万又不是麻将还要几的？一百？哎呀，两百，两千，两千，哦，哦，不行不行，两千，生不起火了就。那个，好多，一千，一千，你啥子子？你花了这个钱，他会给你下崽崽的，只要你娃一升官，啥子东西都拿得回来噻。舍不得银担子，打不到金凤凰。哎，一千就一千嘛。哎呀，哎，老柯，再也出不得拐了啊！哎，你也是收到，鸡汤不能进来啊。嗯。你啥子？嗯，你当铁头了？我当铁头当工资了。你别说了，你走开！你啥子？我是西人，啥子嘛？你哦，哎，张主管，我是张涛，姓刘，我武张有事。哎呀，张副官啊，不好意思，那天。小人有所疏漏，考虑不周，我们张主管大人不见小人之过。哎呀，这次张主管随部长到太平镇来，多有辛苦，多有辛苦。哎，啊，这次落笔薄利，还望长官笑纳。霍镇长，这个哦，不怕，没得人晓得，没得人晓得。那我就，没得事。啊啊，长官，你看杯子这个鱼，你还在鉴定鉴定吗？哎，说哪里去了？我相信你霍镇长，也不敢拿假鱼。献给你吴部长噻。哦，对对对，哎呀，那这个事情就拜托长官了啊！哎，好，以后欢迎到太平镇来耍，一切包在我身上啊！是当然，好，掉包掉了，今天嘛，好好好。你往哪敢来哟？你的狗鼻子硬是尖了啊！你啥子事你都撵到前头？你往哪进去才晓得？哼。
好嘛，你等着看嘛。哎呀，多谢多谢你，那个还好嘛。哎呀，感谢感谢，以后要用得到兄弟的时候，你打声招呼。多谢哈，多谢。何镇长，这个玉不知你又是从哪里求取何多来的呢？哎呀，不然你取笑菩萨喽。我虽然是宁国政府的一个秘密官渣渣官，哎，我还是随时牢记中山先生的遗训，见我院长的教导，不敢干这些事情。我还是晓得，为官一人，少苟一番。嗯，哦，朝服一番。哎呀，当官不为民，不如回家搓麻绳。我李大人，啥子？你啥子？上去，你走。好了好了，不说那么多了。要是来路不明啊，我是绝对不敢说的。哦，不，不然你尽管放心。我这个鱼啊，是我爷爷，你爷爷传下来的。哎呀，你说怪不怪？有天晚上，我睡到半夜三更，忽听轰隆隆隆铃声四起。我睁开眼睛一看，四周漆黑，唯有房里的火候还放光芒。我想，哎，你要吃完了？哎呀，这个宝物咋着？不人性嘛！你看，它早不放光，暗不放光，一等牛和武上一来，它就放光。可见是牛和武的师傅大。今天一大早，我就给你老人家送来了。这个玉呢，虽说不是上品，倒还马马虎虎。对哟，不欠吧？说说起来的还跑过两大两杆枪撇起，坨坨的打不下来，还不过。你看看我瞄都不瞄就把果子打下来了啊！这种人我看到就烦。你烦，哎呀，这个大师兄火力真大！你把你看得好了不起吗？哼，哎，那种人，他不讲是靠哪个前面的屁股混那个凳子来当？我那种人嘛，我看到起他就有装疯卖叫的，我看到起就是想吐。你吐嘛？哎，我看了你这个枪子想吐，赌钱嘛，那么凶的，咋不给你买个枪啊？拿着打蛐蛐枪给你背起。打蛐蛐那个，你不看到他那是样子不好看个嘛？他正叮当大的。叮当大。我们大爷说的，他有的是钱，我们给哪天给我买一个。马开心机关不好，你想哪只小有哪小的机关不好啊？没听到说过了。你不要说你有钱，我跟你说，要说有钱，我们屋头钱多，我没事。要到我们老爷，中国汉人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老爷接我们奶奶的时候办了好多酒席，来了那么多人，酒席三个，整三个人，为啥子晓不晓得哇？在哪里去了？哪儿去了？说出来吓你一跳。你说啊？第二天扫地的时候才看到我们的瓜子壳壳头的，吓死你！你那有啥了不起嘛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刚刚跟我说过的，我妈生我那一年，我满月的时候住满月酒，请的客人才多哟。有好多嘛？啊，你听嘛，那些都不说了，单说发筷子那一个，都是不计铺盖去而已。
你咋子要被铺盖住了啊？你又不晓得嘛，我说给你听嘛，他爸爸那边黑了就在那个地方写。嗯嗯，你不晓到底是哪儿呢，是那黄的咯，凭你穿这身叫花子一样。白白你爪子嘛，你爪子嘛，我比你有好到那边去嘛，那个嘛，你那样子不是搞花子，是掏口子。你才掏口。算了，大哥二哥我俩都差不多。知道是哦。我跟你说，就说我这个枪，我回回都要到宽道，我跟何坤都说了好多回跟我换一杆，他到现在都没换。我们那个杜大爷，你这个神力，拿回我们到深圳去。他吃喝嫖赌啥子都占齐了。嗯，我跟着他几天，连游行去都没沾到。是不是啊？火车费都是自己贴的，那个不是？哎呦，这样子说起来，我们两个都更是一根藤藤上的苦瓜哦。不是啥呢？咦，我两个原来是两三弟兄，不大不亲热哟。是的，你这个果子我认定了，你那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最后要是南昆龙那边有啥子动静的话，你那个枪要是在天上放了，你放心，懂得起。哎，杜吴天门那边有啥子事情，你还是要过句话哦。那么当然喽。牛部长，你看我是不是在把我们太平镇的公务给你老娘汇个报？哎呀，我们太平镇穷啊，门前这个路早就该修了。部长，你回南京是不是给我们？我自己有眼睛，我自己晓得看。啊啊，牛部长，那杯子就走了哈。嗯嗯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哎，好，那我改个时候再来看你老娘啊。嗯嗯嗯，好好好，好好，我走了啊。嗯，你咋个还没走呢？哎，那个包好你收到了。啊，那是当然哦。哎，你的呢？呵呵，当然，好一个我收到。哦。那他给你许了愿？哎，那我当然许了愿了，许了愿。哎，他也跟你博物馆了？哼哼，那是自不待然噻。那好，阿弥陀佛啊！你我大哥不说二百的，那就好。得着的，得着的，一屋两弟兄，打得远远不敢摸头的。刘部长还跟我说，要把我那个玉娃带回南京去展览。嗯，他还跟我说，要把我这个宝物带到去漂洋过海，拿给洋人看。那个老子你两块。你真弄到了，起起起起起！牛部长，石板滩那边的乡绅民众早就翘首以盼，等候部长前去检查工作。来来来，请请请请，来请。我说老板啊，嗯，不是。怎么看不见小姐姐了呢？哦，他喊冯先生陪他回娘屋去办陪练去了。哦，那就等他回来再走好了。哎，部长，哎，这样子恐怕不妥吧？哦，这一次我们只请两天，等两天回来之后，你老人家就可以带着你的新娘子一起回南京。看这样子哪点不好呢？嗯，这样也好。哎，部长，副总的部队我都解释好了。哎，请啊，霍站长，我的事就拜托你了啊。哎，好好好，部长放心，部长放心。嗯，哎，请。哎，
进去来。老三，嗯，听我跟你说哈，刚才张副官临走的时候又跟我打招呼，要把江寡妇好生照看好，出不得点纰漏，要是出了事情噻，你我都脱不到杂脚无爪啊！今天黑啊，我还亲自来督证呢。嗯，哎，站长，啥子事啊？你娃的事还没了啊？啥子事嘛？啥子事？钱，你差别个江河市的钱。你看好哈，一千个大洋，花旗银行通兑通取啊！耶，老客儿，你这回不晓得江河池那得了好多好处，好处都那个已占完了，我们得啥子好处？哼，钱嘛捡好哦，老子这回只是挖肉补疮，这个事情要办好，要是你那给我耍花枪，哼，老周。你把我当成浙北党放飞过走，你放心，我这回保险你人财两啊，不空。媳妇啊，嗯，今天黑色大意不得的哦，啊。嗯，你好人在门口给我守着，眼睛都不准眨一下啊，有啥子响动马上就来报告我啊。对，出不得纰漏哈，出了事情噻，哼，哪个惹得起牛部长啊？不出事啊，我免给你买个烧鸭子慢慢啃，哼，出了事我们两个都脱不了手啊，听到没有？对嘛，听话，快去。嗯，张寡妇啊，张寡妇，只要你到了牛部长的坏坏头，哼，我也就大功告成，了却我的心愿。嗯，姑嫂，这是银票，拿到花旗银行去兑现哈。这个小本生意还是够的，这是你祖传玉佩，好空见到我不要轻易拿出来露面了哦。屋头安顿好没有？都这么诡异了，谢谢你了，老板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你看嘛，我们趴到这儿睡着的，杜鹃呢在后面守着的，咋个没咋个出去嘛？你放心，赶快接班喊。啥子？你去嘛。还接班？哎呀，老客儿，这个。不要紧，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哎呀，我敢喊你！啊，你不上，你不上，我才不敢欺负江寡妇。老哥，快走嘛！等个杜天王来了就不得了了。就是他来，他不来，我们俩拖着走走啊！媳妇儿，赶快再叫他走，最后我就……哎，要得要得，咋了？杜姐在后头守着嘞。哦，不，我得是杜姐，我们兄弟伙都够好都好了。老哥，冯姐姐，这件事情。太为难你们两个，这是小我们老看啊，只说的人怪，你说不得人卖，你快走了，他们走了，小心走了，小心走了。嗯。哎，你不知道，妈呀，谁买的啥事？啥子事？接人噻。接人？接哪个？江河市
看你个张牙舞爪的样子，像是来抢人的嗦。耶，你娃胆子大了啊，连牛不长的人都敢抢啊！哼，他不是被你抢了吗？你抢的，我抢不到。哼，听你这个意思，我是要还娘娘的来插一脚了。哼，那个婆娘，就算你赢我两个，也早贡献了一半。哼，要不然老子就棒带你走。嗯，你急？哼，出去！那就告你们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想江湖是道枪，枪就跑啊！抓着枪就跑！我一个很大那么高，别高，我背起就跑，我想跑走。哎，你们咋不开枪呢？哎，是催火路上。哎呀，火药在那里装进去，摆过来，就遭丢翻了。没对，江寡妇都遭枪去跑了。那个两口子咋个悄悄咪咪闭声闭气的？嗯，走，看好，走，看好。